久哦。衣服又装个，整个刮开就写五万，一二三四五六七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尼克窝线的频道，我是尼克。尼克在这边先祝大家牛年行大运，扭转乾坤，牛年发大财。好啦，既然过年到了，大家一定会做的一件事就是去买刮刮乐。那这个其实也是我一直很想要拍的题材。是呢，我准备了500块的刮刮乐。那我今年就是想要来测试看看，我花了重金10000块钱可以回收多少钱。话不多说，开始吧。那这个要先从右上角这边先刮出一个金额。不会吧？这不是说100%的中奖率吗？好，先给大家看一下，这个是单数号的，没有，在这边06中100，好，小帮手记账。再刮第二张，有机会哦。哎，中100，回本一张。来给大家看一下，这边三个一样的。我觉得现在大家应该都听到我的收音，就是听到这个。刮的声音，只有中这个区域，8颗，好难哦。2只牛，没有给我第3只牛。第四区刚刚刮到一半，为我中1000，就是刮开多一个零。这张目前是累积200块，零五又中了，零五100块，所以这张300加刚刚那边，零五又中一个。我总觉得这一张只要看到牛都不太妙，从以前就一直没有什么偏财神，糟糕！今天还特地去拜拜，放在土地公的那个桌子上。做公益啊，对。9号又中100，有救哟！刮出一个300万，300万巨资，然后往上刮跑出一个4。觉得我们刮币只会赢，然后死币又中一个14。哦，所以这一张总共是多少？100、200、300、400、500哎，500哎，这个刮开就写50000。对啊，我觉得很难哎，可是我刮出2个宝箱了。5万呢？好啦，中5万，哇，又没有中啊！第一关是零，有没有500？有没有500？有没有500？大家看一下，57%，这是最后的总结算，我花了10000块，然后最后是回本了5700。其实它确实也是100%中奖。那我这边的话，最少的话是100块，那最多是600块，是100或者是500、600。单数号啊，这边10张，总共拿到的金额是2600。那双数号的话，总金额是3000。看起来双数号它的命中率、得奖率会比较高一点。那这边就分享给大家参考看看喽。好了，我们昨天刮完刮刮乐啊，大概是已经晚上的凌晨的4点半。然后昨天我就先把那个档案先传到电脑里面看，然后我就发现不知道为什么。画面会间断，然后会有杂讯，然后那种杂讯是严重到说我完全没办法做后置剪辑这样，然后所以我今天就戴着耳机，然后一边监听看是不是我的机子有问题。那我们现在要拿这20张的那个刮刮卡、刮刮乐，然后去兑换。然后昨天我们总共中多少？
五千期嘛，昨天中五千期，然后我们今天就是拿过来那个裁决塔，然后去跟他对，然后看是不是跟我们算的数字一样，都是五千期。昨天我们总共买了20张，然后刮完帮我们刷一下，对，谢谢。它那个会显示总金额在这边，对不对？他这边没办法修全部，对不对？是，刚刚有，就我就不小心去按到。哦 ，OK OK， 因为我看到到4000多就跳掉了。对。那我就从这边算，那这个我就给你。OK。OK， 总共借了5700，然后跟我们昨天算的是一样的。对。对，没错。好，共1、2、3、4、5。好，谢谢。我们刚刚总共领回了5700块。然后我真的算赌性坚强，所以我自己再加码一张2000块钱的。听说呢，2000块钱它的中奖几率大概快70%左右。那这也是我第一次刮这么金额这么重那么大一张，那就开刮吧。它的游戏一是这里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哦，多一个零。对啊，多一个零。游戏三，游戏三是怎么玩？这应该就是刮开多哦零呢？为什么这样？不是零呢？我天哪，零又是零？应该不会吧？不会这张公估吧？我还特定选8号哎。会发的，对啊。那我这样21、22，然后这边23，然后17、19，这边18，剩下最后3次机会了。应该有中大奖。我打开是零，真的心情会很差。我觉得应该就是200块了，我的感觉。靠，共估哎，共估，傻眼。我想说2000块可以去拼一下，好啦。过年就是好玩就好了。对，热心做公益，做公益，做公益。OK， 好，如果喜欢今天影片的话，记得帮我按赞、分享跟订阅。我是 Nick， 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拜拜。